拍的时候，因为整个肚子的话就是呈现一个腹膜炎的一个情况。那当初的话就是在急诊室做的一个检查，就是这个腹膜炎，所以我们就给他拍了一个电脑断层。那电脑断层的话，在片子里面就快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这边的话就有一个像鱼刺一样的东西，在这个小肠这边，似乎是把这个肠子把它插破了，那导致他腹膜炎。那手术进去的话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肠子这一边的话，就是有一根鱼刺。哦，那肠的话大概有4公分，穿破了整个肠子，那导致他肠子有整个肿胀发炎，然后甚至鱼旁边有化脓的情况。鱼刺的话就是整个把这个肠子这样穿破，然后像一个避雷针一样，4公分长，把这肠子穿破，那旁边已经开始产生化脓。那因为整段来讲的话，这个没办法做修补，因为旁边是有点烂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必须要牺牲掉一部分的小肠，切掉了大概20公分，然后做一个吻合。老人家他有失智上的问题，或者是说一些比较行动不便，那他的整个那个脑部以前有受过伤的一些病人的话，他的那个感觉没有那么良好。这种情况的话，鱼刺就很容易去忽略掉。鱼刺类的东西的话，它容易吞得进去，可是不容易排出啊，因为它在肠子在游走的过程中，它有可能会把肠子卡住穿破这样。所以在这边的话，还是要呼吁一些家人，如果说有老人家，家人那个本老人家的话，如果说是他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好的话，那如果要给他吃鱼的话，可能就要尽量去挑一些比较大的鱼种，让鱼刺比较少的，甚至说你整块鱼都没有鱼刺的，这样捣碎给老人家吃会相对的安全这样。